我们要来介绍一部瑞士的纪录片，片名叫做《谁怕爱丽丝米勒》。这个片子的故事呢比较特别，它主要是焦点放在成年人忘不了的童年伤害，加害者会是自己的父母。有一个成功的心理治疗师，他一直没有办法疗愈自己跟母亲长久的关系，他母亲最后呢主动断联，放弃和解。但治疗师知道他自己必须恢复过来，所以他追溯探寻母亲的政治受难者身份，然后从成年人角度看待当年他少女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母亲正在挣扎求生。他尽管呢最后没有办法得到终身渴望真正的正常母爱，但是呢他也为所有政治受难者的后代开启了一条怎么样从理解走向谅解的道路。你可以形容一下在你的心里面你爸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吗？陌生人，跟路上的陌生人一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些已长大成人的纪录片观众参加公视主题之夜秀《谁怕爱丽丝米勒》映后论坛，也谈起自己离完美很远的原生家庭亲子关系。我考前三名回家告诉爸爸，希望能让我去看电影。爸爸把钱扔在地上要我自己捡，还说你只会白吃白喝。我的妈妈把我拉到家门外，要我在家门口跪着给路过的人看。有血缘的亲子却像仇人，这些是难以启齿的伤痕，说了会被人用小题大做、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等道理教训。但情绪痛苦不被接纳是二次伤害。爱丽丝米勒是80年代享誉国际的儿童心理学家，著作等身，终生提倡捍卫受虐儿。他的儿子马丁米勒也是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马丁到美国拜访他的伊伦卡表姨，姨甥俩一起看爱丽丝米勒当年受访片段。马丁悲从中来，他其实是在父亲家暴与母亲冷暴力中长大，有父母的学术声誉罩顶，没人相信他在原生家庭中身心受创。快70岁了，马丁内心的那个孩子还是哭出来。你都在说呗。Es ist einfach alles Glocke.马丁被父亲家暴虐打到16岁，长大后的他成为心理治疗师，但与母亲的关系仍旧疏离对立。他渴望母爱，但母亲永远没有温情，甚至指责他跟生父站在一边。马丁对母亲从哀求到质疑，但就连父亲打我，你为何不保护我，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答案。Und dann hat sie gesagt, du greifst mich an, du bist wie dein Vater。母亲的指责让马丁含冤莫白，他从父母身上都得不到爱。多年后，马丁才知道，母亲在他半岁前甚至不愿照顾他，因为婚姻中没有爱情。马丁生父是波兰裔纳粹眼线，二战时期威胁要揭穿母亲一家人的犹太裔身份，母亲被迫放弃了当时的恋人，结婚才得以逃离波兰。痛苦怨恨让他抗拒接近亲生儿子马丁。Muss ich sagen, mit 61 erfahren. Deine Mutter hat ihre Doktorarbeit schreiben. Und du hast viel zu viel Zeit weggenommen.表姨伊伦卡还比较像他心中正常的母亲，马丁自己也步入晚年，鼓起勇气要解开得不到母爱的谜。他拜访母亲少年时与晚年独居时的亲友，也跟表姨一起来到他的出生地波兰，但不仅没印象，也没感觉。但他还是试着了解自己的犹太裔背景，母亲从没告诉过他。二战当时，波兰境内犹太族群很难生存，少女爱丽丝被迫用假身份生活，天天要说谎。沉重的扭曲与压抑让日后爱丽丝米勒面对婚姻和孩子永远无法真心相待，只能在学术研究中说真话。但在书信中，爱丽丝承认自己对原生家庭、纳粹追捕和无爱的丈夫始终恐惧。
Wie war es möglich, dass ich dein ganzes Leben lang so verschlossen war dir gegenüber? Du hast recht. Alles, was ich geschrieben habe, ist unglaubwürdig, solange ich im Bunker sitze und meinen Sohn nicht anhören, nicht verstehen kann, solange ich ihm ausweiche. 马丁不断质问追索，终于窥见了一些母亲的真实面貌。 用成人的心情看待那个16岁起就要隐藏真实身份的少女爱丽丝， 以及她绵延终生的挫折悲伤，马丁对母亲从理解到谅解， 也开始了疗愈自己的路。 TVBS 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